放心好了，本小姐只是不爱打扮啊，我打扮起来包你惊为天人啊。我倒想看你打扮到底是惊为天人还是惊恐万分啊。你说你见到鬼啦？哎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你说的。哎，你很过分耶，我都要打扮给你看了，让你对我刮目相看。好啊，我等着看你。我去洗脸。志伟，丽仪，小薇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啊？小薇啊，你穿裙子真的很漂亮啊！真的啊，丽仪，丽仪什么时候骗过你啦？天哪，我是不是见鬼了？鬼？不是见鬼，还是惊为天人？你是不是惊为天人？是是，鬼吓死人！小薇呀、啊，你穿得这么漂亮，动作却这么粗鲁，真的是很吓死人呐、啊！这样、啊，我斯文一点啊。喂，对不起啊。我炖了鸡汤，我倒给你喝哦。还要什么鸡汤啊？我全身都是鸡皮疙瘩。